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身上的一个器官呢、它基本上就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但是他不会认知到需要你去认知到他辛苦的工作，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啊。如果我们惊觉到他的一个存在，要提醒我们说他的存在的时候，必然是有问题的一个状况。所以譬如说我们呼吸，你会很自由自在的一个呼吸，你不会觉得有些什么困难。但是你咳嗽，你呼吸困难，走两步就喘，你就知道我们是不是肺有问题，我们心脏是不是有问题啊？所以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赶快针对它这样的发出来的一个讯号，要去做对治啊！不要等到这个讯号一开始只是讯号，后来变成那样的一个红色的那样的一个临界点的时候，那造成的影响就会非常大。所以早期啊，有些什么症状要知道，我们不要能拖就拖啊，早点去面对它。所以心脏的那个感觉，跳动的一个感觉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平常你不会觉得到它有些什么特别的跳动的一个状况，但是运动你会觉得，因为这个它比它平常负担量要增加，但是有时候会产生出所谓的心律不整的情形啊，这也是让人家蛮担心的，因为大家担心这个是心脏是不是哪里出问题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心脏的一个跳动它是很有规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心房这上面这个地方有一个节律点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讯号它就是在好像节拍器一样，意思一样啊，它就固定给你一分钟72下这样的。运动的时候它就给你稍微速度加快一点，休息的时候又慢一点，那个情形啊，那是自律的智慧的一个节律点，它就把这个讯息传到心房，再传到心室这个地方，一收缩，我们可以把心脏的血液打出去的一个状况。好，什么叫做心律不整啊？不是只是大家想到就是不整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不规则的意思啊，不规则的意思并不代表它就是一定要突然间什么样突然间一个不规则，不是，过速也是不规则，过慢也是不规则啊。所以有时候不要讲说摸起来脉搏都是跳动很规则，但是120下这个不对啊，40下这个不对啊，这个都是背后我们一定要赶快去寻找，从心脏科的医师里面啊寻找这些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给予治疗，不然它会发生甚至于致命的影响。另外一个早期收缩啊，意思就是说不晓得什么原因，心房早期收缩，不轮到它跳的时候突然间自己乱跳一下，这时候我们会觉得怪怪的，这个怎么会那样的一个这个突然间跳动一下。所以像这种情形的时候，最好自己记录下来，一分钟大概有几次不规则的情形，然后赶快到心脏科的门诊，那心脏科医师会根据这个状况，必要的时候再带上一个这个连续心电图的一个监测，24小时啊，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到底哪一个时间是跳动的一个不规则的一个状况。所以心脏这个地方有个节律点，它就很规则的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跳动。其实在一个城镇中，尤其是欧洲的一个城市里面大概都需要有一个节律点，钟楼。所以钟楼就会敲早上会告诉你说这个敲几点敲几下，那你该起床啊，该做什么活动啊，该礼拜啦，该做什么事情啊。其实一个城市的脉动，在以前你没有手表，没有一些钟表那么这个方便的情形的时候，它就是大家的一个提醒该做什么事情，不要懒散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啊。现在大概就看得很少的状况啊，这个在意大利波罗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钟楼的这个状况。然后除了钟楼以后，我们往这边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回廊。这个回廊有经过整修啊，可是你走在这底下的时候，还是会发尸骨之幽情啊。然后也更了解到，当时没有些什么环保的概念了，但是那种稍微把它弄高起来的那样的一个拱形啊，空气的一个流通啊，环保这个夏天的时候，它对于这个地方的一个气温的下降啊，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忙啊。好，这是欧洲，我们场景里面大概都可以看得到类似刚刚那样的一个回廊以外，街道里面也是古色古香啊。走到某一个地方，就会看到人群在这里聚集。这不是什么精品店，这是每一个欧洲都市里面非常重要的咖啡馆，这是意大利的中央咖啡馆，
中央咖啡馆，这是很多人就在外面的，或者想进去喝杯咖啡，要进去恐怕也要排一阵子的时间了。这中央咖啡馆，在奥地利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文人雅士啊在这个地方，其中就有一个奥地利的这个文学家叫彼得艾滕贝格，他的收信地址，人家要寄信给他的时候，收信地址是在哪？在这里，不是在他家。他就在写着说，我是艾滕贝格，如果我现在要不是就在中央这个咖啡馆，要不我就是在往中央咖啡馆的路上。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大概地址都写这个公司啊，我不是在公司，就是在往公司的路上。根本没有自己的一个时间啊，那当时很幸福啊，你就在咖啡馆是他所有的生活的一个重心啊，是蛮不错的。好，在大家看这样的一个，同样是欧洲，这是英国，您看一下这个建筑怎么怪怪的，这个有欧洲这个英国建筑的一个特色没有错。再请您注意到一层楼跟一层楼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另外一个地方给大家看，这一楼是在这样，二楼往前一点，三楼再往前一点，你说这个奇怪，不是应该这样平面，就是一个整齐的往上吗？不是，它是越往高楼的地方，它越往外。那为什么？要倒东西方便了。如果你这个楼是往这个高楼是比较后面的，倒比较难一点，你往外占地利之便了，要往外倒，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要戴帽子。因为你不知道走到哪里啊，你不是随时都拿着雨伞的，不知道走到哪里会被这个东西给它泼到身上去啊，那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要穿高跟鞋，因为不只是夏天下雨的时候这个地泥泞不堪的一个状况，有时候就是地上都有那个污浊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表示生活在现代环境里面，我们对于这个卫生条件的一个进步啊，地下水道是下水道，还有整个的一个城市啊，它的一个清洁度啊，跟以前是完全不可以道理计的一个差别啊，是要有那个幸福感的、啊。好，所以以前啊，感染的情形啊，一定是会比较多。一个五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那这个脖子啊，左边的脖子啊，有些肿，所以这个大家想，又会痛。大家想到这个大概是感染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是不是这个？当然我们要进一步去了解抽血的一个检查，局部的这些检查，这个看到这边怪怪的。然后从正面的这个电脑断层看起来以后，这一边是右边，这个左边大家可以看得到，这里有一些黑黑的，这是空气的一个影像，就表示那个地方确实有点肿胀的那个状况啊，那到底是细菌的感染，甚至是厌氧菌的感染，是不是要考虑这样子啊？其实这是喉咙里面的，我们要看的主要是外面这个地方。那看到外面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这里，其实临床的医师啊，更知道说这个要跟他以前的疾病做一个对照以外，也要知道这里是我们白色这个是我们的大的血管从这个地方经过，也就是颈动脉。在这个地方，我们脖子的颈动脉这个地方经过，所以这个是从颈动脉这个地方破裂形成一个动脉瘤以后，造成这个地方的一个肿胀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给他做血管摄影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里破出来。那这个当然就要赶快给他做栓塞，像这个就是做栓塞以后，把那个动脉瘤给他做栓塞，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破出来那个地方就没有。那原因是什么？他以前是口腔癌，口腔癌开刀以后再经过电疗，那么电疗到现在已经9年的时间了，还是有可能局部那个地方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再加上局部可能某些因素撞击啦、等等的一个因素了，就它造成那个动脉瘤的一个破裂，那所以还好紧急的状况之下赶快给他做完栓塞。所以这个过去的病史啊，永远是现代我们要做找出治疗方向上很重要的依据。收看，再会。